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集嘅回带 call 码啦，喺开始入正题之前啦，又有样嘢咧要同大家讲下，都几搞笑啊！呢啲嘢咧，差唔多咧一个月咧就会发生一次噶啦，间唔中都有观众留言咧入到嚟啦，非常之质疑我二重彩 A B 胆呢一个嘅买法啊！咁其实都有少少麻烦嘅，因为咧又要逼我出嚟一齐公布业绩啊！唔紧要，同大家睇，因为我唔惊嘅，可以揦开个肚皮啊俾大家睇啊！嗱，首先啊，我都系讲嗰句啦，讲过都好多次噶啦，作为一位平马人，特别系即系比较负责任嘅平马人啦，讲完自己嘅 tips 之后咧，最好就系要投注翻自己个心水啦。另外咧，都系要教大家咧用啲乜嘢投注嘅策略咧系最啱嘅。咁第二啦，都唔少观众啦都有讲到，就希望我话要提高一啲命中率啊。其实赌钱咧又唔系讲啲咩特别命中率啊，反而最重要咧系回报率，讲到底系正数定还是系负数。举个例子咧，如果我贴两只马俾大家，一只贴金枪六十，一只贴时时精彩，哇！你见到我命中率啦，话原来有成五成咁高啊，咁但系回报率又是怎样呢？正数定是负数？正数定是负数？正数定是负数？我想自己大家都是心里有数了。第三又是那样东西，都有观众成日都讲，喂，如果你的脚跑第一，那你的胆跑第二，那怎样？那我又想问一下大家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赌波？如果你赌波胆的时候，有没有试过买0比0，跟着就开0比1、啊、开1比0、啊、又或者有没有试过买单贴，一胆拖四只脚，结果脚走进来，只胆就没了影。又或者有没有试过买六合彩，我喜欢单数，买了13579，结果就开了双数出来24680，那是不是就要怪自己为什么心水揀得不好，而不是怪这个投注策略呢有问题呢？所以有时候我会同意大家就即批评我的心水成绩不好，自己都当然又有反省，为什么自己揀心水有时候的表现那么强差人意，但是我不会怪下去是我的 AB 胆的投注买法有问题嘛。所以呢、这个二重彩 AB 胆这个买法是我自己这样去研究出来的。我由今季开始九月开始就在这里拍片，就是我 YouTube 片里面提供AB 膽二重彩的成績。咁都幾唔好意思啊，講出嚟都搞笑啊！贏緊錢嘅咁啊，30蚊都唔夠啦，贏緊27蚊咁大把。咁但係起碼都做到一樣嘢咧，就係叫做正數。咁其實喺上季季中開始啦，我自己用另一個嘅方法啦，同大家揀碼啦，用到一個刪除法，結果咧就係負數嚟嘅。咁但係去到而家啦，都差唔多二月中、二月尾嘅時候啦，咁見到咧，暫時嚟講係正數，咁睇得出咧呢度咧都係有一個嘅進步空間喺度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我當然係27蚊就梗係唔會滿足㗎啦。咁我當然係希望可以贏更多更多。之前都講過啦，關於係10月至到12月期間啦，就係做一個嘅實驗啊。當時就係同大家做一個實驗，就係二重彩 AB 膽嘅買法，再加埋你哋大家可能成日都好鍾意嘅，就係互穿穿晒佢嘅連贏位。咁所以呢，搞到我當時個負數係大咗嘅。咁而且呢，我自己揀買嗰個思路方面啦，都係不斷咁樣改良緊啦。咁所以見到啦，之後啦，一月係可以正數，二月啦都托賴啦，暫時嚟講都唔錯嘅成績，係有正數。其實咧，我都真係非常之中意咧，大家去質疑我啊，留言話我，因為咧，你哋每質疑我咧，都會推動我去不斷咁樣去思考啦，不斷咁樣改變啦。不過啦，都好想大家真係咧，唔好以為你自己亂噏啲乜嘢出嚟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啲真理啊。始終我深信一樣嘢咧，就五個字啊，路遙知馬力啊。另外啦，而家咧其實我都有拍片方面啦，都有另一個嘅主題啦，就係講到孖寶金字塔啊。如果啦，大家你真係咁唔中意我賭二重彩 A B 膽，真係繼續咁有偏見，我都解釋過 N 次啦，無數次。咁你哋都仍然係要戴住有色眼鏡睇我啦，戴住有偏見嚟睇我啦。咁其實你哋不如轉去睇下孖寶金字塔啊，又同大家同講一講啦，孖寶金字塔暫時嘅成績又如何先？暫時嚟講啦，係拍咗五次嘅，都係負數啦，負緊54蚊。咁呢樣都要繼續努力嘅。不過我深信啦，去到季尾咧，同大家埋單計數嘅時候啦，都好有信心會係做到一個正數俾大家睇。至於啦，我嘅 tips 咧係咪真係咁唔準呢？咁亦都有另一個數據啦，可以同大家睇翻啦。呢一個數據咧就係 The Grace Tip Off 官網啦所記錄嘅成績嚟嘅。呢、这、一個成績咧就係叫做計緊啲乜嘢咧？計緊我今季每場嘅 tips 提供一匹獨贏嘅成績。咁見到啦，暫時嘅回報率啦都有 12% 嘅盈利方面3825蚊。咁喺呢一個網站裏面咧係排行第二位啊，未上到去第一。咁呢個都係我目標嚟嘅。
咁呢度計法咧就係講到啦，全世界各地啦有超過都1000位嘅 tipster 裏面啦，我自己就排第二位嘅。咁我自己個目標啦就係去到季尾嘅時候啦，當然要做第一啦，我唔中意做第二嘅，一定要做第一嘅啦。咁呢一個無聊嘅環節啦，去到最後啦，都係想講，我就係唔會再另外拍片去提供啲乜嘢重心碼又或者係過關碼噶啦，因為大家都可以咧睇我 channel 裏面啦嘅其他節目啦，譬如係話 Beer Garden 呢個節目啦。我今日嘅重心就係落擊線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如果真係對呢一個嘅二重彩 A B 打買法咁有偏見嘅話咧，都建議大家啦，都可以咧睇我嘅其他片啦，你可以自己揀孖寶又得，單頭又得，點都得啦。總之咧，我相信啦，都會係同大家咧一齊去贏錢嘅。好啦，講完啲廢話啦，都講翻今日嘅正題啦，就係2月17日禮拜三晚嘅谷草夜馬。呢晚裏面有兩場嘅賽事啦，想同大家做翻一個重温啊。首先我哋就望望頭場嘅賽事，第一場跑四班嘅1200米，我哋望翻個重播先啦。好出閘啦，慢咗落嚟啦，挺手精神啊，落後咗3-4個馬位左右。前面快閘嘅馬軍力勁，出面位置係威武成全，再掃出去外碟嘅就係理想回報。呢三匹馬比較快少少嘅，然之後捉翻住個中檔位置啦，鼓浪陽光內欄位置就蝦餃燒賣，再掃出去外碟嘅大熱門嘅仍然贏。兩個馬位之後有真感，拍住隔離係優達星，再掃後一排啦，手牽手隔離馬有王包咗落尾一對，暫時就係進領風同埋出閘慢咗嘅挺手精神。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出嚟啦，就見到威武成全貼欄順走，二碟位置俾佢埋到嚟啦，理想回報啊！再後一排啦，蝕住個三碟望空嘅位置啦，就仍然贏。內欄軍力勁，中間開始騰騰地有鼓浪陽光，然之後拍住隔離咧蝦餃燒賣。兩個馬位之後有真感啊，然之後後面嘅優達星移咗出去外碟啦，內欄嘅手牽手開始要打邊啦。暫時包尾三隻就係馬有王、挺手精神同埋就係進領風力嘅。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啦，中檔帶住鼻箍嘅威武成全啦，喺前面嘅位置啦。內欄見到追得都犀利嘅，揾到個位俾佢啦，就係蝦餃燒賣。出面追啲上嚟啦，見到就係仍然贏啊！最後100米都嘅時候啦，前面蝦餃燒賣已經透出啦，後面追啲上嚟啦，內欄位置見到就係軍力勁嗰啲馬。過終點啦，跑第一名咧就係蝦餃燒賣，一出即刻贏馬。而第二名咧就係內欄位置嘅軍力勁。第三名啊，出面冚上嚟咧，見到就真感同埋只大二嘅仍然贏，呢度就比較接近啲。咁睇翻個慢鏡咧，第三名啦就係真感，第四名係仍然贏。好，重播睇完啦，呢一場咧就同大家咧研究一下第五名過終點嘅理想回報。我哋就由開始嘅時候啦，再望多次啦，或者我哋睇個巡邏影片啦，睇直鏡。理想回報喺呢一場裏面啦，就會係排住個11檔起步嘅。我哋望翻直鏡啦，好出閘嗱，跑兩步呢度指一指俾大家睇啦。呢一隻馬咧，想大家留意住佢呢場嘅走勢。理想回報首先啊出閘快嘅，繼續睇啦。出閘快之後點咧？因為呢一個嘅11檔咧，我認為都算係比較窄細啲嘅，1200米出閘冇耐就要轉彎嘅啦。而家轉緊第一個彎嘅時候，佢係蝕住喺個三碟望空嘅。前面放啦，鼻箍嘅威武成全係快啲啦，內欄就軍力勁，咁所以咧啱啱入到去對面直路嘅時候咧，理想回報咧都係處於呢一個嘅三碟望空嘅位置啊，咁見到只馬咧一望空啦，特別係可能走住個三碟啦，佢都幾唔規矩啊，又伸埋條脷出嚟啊，咁我印象中都唔係第一次噶啦，喺度陣上玩脷啊。好，跟住去到入第二個彎之前啦，好就好在佢可以拍到個二碟位。咁但係始終咧，我覺得佢轉第一個彎嘅時候咧，都係蝕得比較嚴重啲嘅。同埋咧，佢似乎咧就唔能夠話喺個外碟望空咧，只馬咧就跟得唔順，見到佢個頭啊又側埋一邊啊，又喺度玩嚟。入到嚟直路啦，繼續佢條脷咧都好明顯俾大家睇到啊，揈嚟揈去啊。咁好多時候咧，如果啲馬玩脷嘅話咧，就會影響到佢個衝刺啊，或者影響到佢個加速力啦。咁所以啦，臨尾啦打落去咧，只馬都唔多噶啦。最后就是能够第五名过终点，理想回报。咁、那个输马距离啦，见到就是跑输俾只虾饺烧卖啦，3/4个马位嘅。咁呢个我觉得可以接受啦，第五名过终点，因为始终咧头先都有讲到啦，关于转第一个弯嘅时候啦，佢系走得比较蚀啊，同埋只马曳啊，入到嚟最后直路嘅时候，其实都唔系入到直路先系啦，全程咧佢都系比较系唔集中啦，喺度玩脷啊。咁但系唔紧要啦，我哋再望多次佢出闸嘅时候啦。我哋睇翻呢一個嘅重播，11檔起步啊，好出閘，跑兩步可以停一停，
呢度指一指俾大家睇咧，我尖嘴呢、这个睇呢个侧边嘅镜咧就更加明显啦。你想回报今次咧就系、是、出闸快啊！咁其實咧已經係連續兩場嘅賽事啦，你想回報咧係做到快閘嘅情況噶咯。除咗啱啱禮拜三啦，我哋睇翻佢再前一次出賽，亦即係講到啦，就係1月20號都係同樣係谷草嘅千二米。我哋望一望佢早段出閘嗰個反應。呢場就係三檔起步嘅，你想回報睇出閘就得噶啦。好，出閘啦。嗱，呢度停一停啦。咁見到咧，快閘嘅馬就有理想回報，同埋拍住咧入面嗰只嘅全中。咁不過之後全中落班咧就未有表現，又比較失望少少。咁但係講翻就係理想回報，啱啱都有講到啦，已經係連續兩場做到一個快閘嘅表現嘅啦。好，睇到呢一樣嘢咧，因為始終咧連續兩場做到快閘啦，都係代表咧只馬可能而家個狀態啦，都算係已經唔錯嘅啦。咁今次咧第五名過終點，睇下個評榜員啦，會唔會對於佢嗰個評分啦，可以俾佢略略咁樣下調少少啦。我諗如果睇下會唔會可以減到一分嘅話咧，就最好啦，47分就比較好啲啦。因為睇翻咧佢上季咧理想回報季初贏馬嘅時候咧，都係差唔多46分咁樣開始反彈上嚟嘅。咁所以啦，理想回報佢下一次再出嘅時候咧，都係值得大家去跟進啦。如果佢再喺阵上方面改善埋佢呢一个玩利嘅问题嘅话，我谂佢可以赢马嘅机会都几大嘅。因为而家只马嗰个状态我相信就系处于一个顶峰嘅位置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。你想回报好，讲完呢一个头场之后就同大家望埋第六场嘅赛事，第六场跑大长途嘅啦，三班嘅2200米，望翻个重播先。好，出閘啦！今場啲馬咧都算係平牌嘅，拖翻喺後面嘅馬咧，見到綠色衫就有男裝加寶啦，同埋咧外檔起步嘅結彩繽紛。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檔咧見到就係只嘅雙白旗啊，出閘比較快少少嘅，拍翻條內欄位置就有心常樂嘅貼欄放嘅。第三位嘅馬走住個外碟啦，紅帽上埋去嗰只就係輕滑嚟嘅，再數出去啦，咁就頂咗嗰只嘅神龍區出去走四碟嘅位置。呢四隻馬咧而家喺前面都望空嘅，後一陣嘅馬咧見到就有落擊線啦，貼翻條欄啦，中檔嘅有文武传奇啊，后一排啦就有奇利断金拍住隔篱就威力飞驰，再数一个马位之后，见到内栏嘅咧就系男装加宝，二叠嘅就系格莱美，包咗落尾嗰对马就系结彩缤纷同埋全彩嚟嘅。准备第一次过终点嘅时候啦，前面两只马咧俾佢喺度放头啊，首先咧就系二叠位置嘅轻滑，第二位咧贴翻条栏啊，心常乐啊，再数后面第三位啦，呢个嘅双白旗啦，守翻个第三位嘅位置，贴栏嘅马就系一路贴实栏啦，就系只嘅落益线。再數過嚟馬位之後嘅奇利斷金啦，中檔咧就係文武傳奇，咁就頂咗只神龍區出去走三碟嘅。後一排啦，同樣都係走住咗三碟，不過佢就有遮擋就係格萊美。中檔帶住面箍係威力飛馳，然後貼欄嘅男裝加寶出面位置全財啦，呢度就上翻少少。暫時殿後嘅馬咧仍然都仲係結彩繽紛嚟嘅。入到去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咧都係嗰對啦，次序上喐動唔大噶啦。心常落喺內欄拍住二碟嘅咧就係輕滑，第三位中檔見到雙白旗貼欄一路都跟得順，慳曬位嚟跑噶啦，落益線。再數出去走住個三碟位置啦，就係神龍區一路都望空嘅。入數翻入嚟啦，就文武傳奇，然後貼欄嘅奇利斷金。後一排啦，都係同樣走外碟嘅，就係只嘅格萊美啦，貼翻欄嘅綠色衫係男裝加寶，尾三就威力飛馳，尾二就係全財，包咗落尾咧，暫時就係結彩繽紛。速都算慢嘅，不过冇马走啊。准备入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出嚟啦，依然都仲系心常乐啊。不过呢个时候咧，让一条栏啦，俾只嘅落益线啦。中档位置系轻滑嘅追少少啦。另外再数出去揈出去啦，就有双白旗啊，同埋神龙区嗰啲马。入到嚟直路嘅时候啦，中档位置啊，见到紫色衫嘅落益线啦，呢度已经透出咗一个马位噶啦。后面啲马起势追上嚟啦，都讲到咧系只双白旗啊。然之后咧外档方面啦，就有神龙区同埋格莱美嗰啲马。去到最后阶段啦，啲路落益线啦，骑落去啦，已经占先咗成三四个马位左右噶啦。过终点啦，跑第一名咧就系落益线，跑第二名就系双白旗，第三名啦见到外档方面啦冲上嚟嘅格莱美，咁至于咧跑第四名咧，同样咧都系喺出面冚上嚟嘅全才。好啦，睇完呢一場嘅大長途賽事啦，咁我哋望過直鏡啦，同大家咧講只跟進馬就會係第三名過終點嘅格萊美啊。格萊美呢場咧就會係排咗九檔起步嘅，我哋都係可以望翻住到底佢個走位係點樣啦。好，出閘。嗱，呢度停一停先，就同隔離嘅男裝加寶有少少碰撞啦。呢個紅黑直間衫咧就會係格萊美啊，指俾大家睇呢只啦。
跟住啦，安上人我哋继续播啦。安上人方面啦，就系郭能，睇下佢今场咧点样稳位先。首先啊，出闸之后啦，因为佢就同男装家宝少少碰撞咁，所以咧唔能够话可以好快咁样摆前，都要系缩翻喺个钟后面嘅位置。转第一个弯嘅，第一次转弯嘅时候啦，走住个二碟嘅。咁呢个位咧，我认为咧暂时都系算唔错，始终咧唔会系太过蚀发啦。跟住啦，去到呢度嘅时候啦，睇下郭能，佢系将移一移嗰只马出去，睇下会唔会系话想用诶，即系攞到呢一个嘅威力飞驰外碟嘅位置。咁不过咧，威力飞驰呢度咧一路都唔埋栏啦。咁所以咧，变相咧格莱美咧而家一路走住个二碟半，又唔可以话佢系走三碟嘅，二碟半咗嘅位置啦。咁去到转弯嘅时候啦，威力飞驰仍然都唔拍埋去。咁呢个时候啦，绿色衫呢个男装家宝啦，已经系数咗上去啦，霸咗条栏啦。所以啦，呢一个嘅受害者咧就会系格莱美啊，无啦啦由二碟咧变咗三碟。其实本身咧，我相信国能咧只系想另只马啦，可能跟前多一格啦。咁但系咧，最后就酿成呢一个嘅叫做惨剧啦。不过又唔算话十分之惨嘅，因为虽然咧佢走住呢个三碟啦，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有遮挡嘅。前面一路三碟望空咧系神龙区。咁格莱美呢度咧虽然三碟，不过有遮挡咧点都好过系望空嘅。咁只不过我觉得佢系比较蚀张啦，本身明明系拍咗二碟，无啦出咗一格，其实都蚀咗啲脚程啊。虽然系话佢有足够嘅长力啫，咁但系唔代表话咁样蚀法都有。咁就呢度稳位嗰方面，佢自己就系一个唔好彩啦，都唔系话郭能错嘅，佢只系想跟前多一格，但系冇估计到威力飞驰唔俾佢埋啊。好啦，而家转正弯入直路啦。咁呢个时候咧，见到咧内栏位置咧，原来有啲奇迹出现啊！呢个落击线啦，无啦啦俾佢数咗条栏上嚟啊！咁已经跟住走顺咗啦。嗱，讲翻只格莱美啦，入到嚟直路之后咧，佢移到出去外碟嘅位置嗰度追赶啊。咁其实呢度又系比较蚀张啊，又系比较蚀位啊。跟住咧打落去咧，只马咧都有一个嘅唔错嘅走势，有少少外闪都系可以接受，因为始终咧佢全程系劲蚀啊。咁所以啦，最后都冲到个第三翻嚟啦。呢一个嘅成绩咧，叫做系不过不失。咁我相信啦，如果佢即系个走位冇咁蚀嘅话咧，我谂有机会咧可以争到个第二嘅。咁但系因为就蚀咗嚟跑啦，所以咧临尾咧只能够追翻个第三翻嚟。其实佢距离跑第二嘅双白旗啦，讲到呢度只系半个马位啦，更加令我相信，如果佢嗰个沿途走位更加好嘅话咧，就真系可以争下 Q 啊！好啦，讲翻格莱美啦，呢只马咧，其实我喺今季啦，好似系季初嘅时候啦，当只马仲系跑紧二班嘅时候啦，都曾经贴过佢嘅。当时系大冷门啦，咁都照贴噶啦，因为咧都确确实实真系见到只马咧，而家嗰个踏入咗今季咧，佢个状态好咗啦，又或者咧相信佢嗰个伤患嘅问题啊，已经系慢慢进一步咧做翻个康复得唔错噶啦。咁当时咧贴嗰阵咧，又俾人话我贴呢只马，都唔知点解贴热门又俾人闹，贴冷门咧又俾人闹咁样。咁但系咧都见到佢喺今季季初嘅时候啦，跑二班咧，佢嗰个输马距离啦，都系比较近咗嘅，甚至乎去到最近啦，佢落翻嚟三班啊，都系试过跑得好。咁而家咧最近开始啦，已经系连续咧四场嘅赛事里面啦，就系、是、以三个零马位至四个零马位左右分胜负嘅。咁所以咧，更加证明啦，呢一只马咧，其实现阶段可能佢真系伤患嗰度已经系好得七七八八啦。同埋咧，始终个分啊减咗咁多啦，而家73分咧，只马嚟讲啦，喺三班咧出赛嘅时候又唔需要孭好重磅，咁孭紧120磅咧，其实佢喺呢度啦，都系始终有翻啲级数啊，有啲班底啊，几有竞争力嘅。咁所以啦，佢今次都有，我认为系有少少跑错啦，但系咧都可以系能够有个批啦，上到名第三名过终点，反映到真系开始踏入一个稳定期啊。见到佢嗰啲落牌头马距离咧，就可以反映到呢一样嘢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格莱美咧都系值得大家咧去继续跟进啊。只要佢嗰个健康咧继续维持到正常嘅话咧，我相信佢喺今季之内咧都应该会交到头马出嚟俾大家嘅。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呢只嘅格莱美啦。好，今集嘅回答 call 码都讲咗好多，又讲咗好多废话，同大家跟进到啲马啦。